哇，他这个，我觉得有点快。阿邦还是located by R4。这夜之的profile有点奇怪。二楼一只进图书馆，Liar。红点一只，再推。红点在架喽。红点在撞高。Liar在下面。哇。 有一只在楼下，他在冷冻库，然后一直在楼下，小心摆梯，他应该会从摆梯上来。冷冻库跟摆梯，他在冷冻库里，确定。有些角度比较刁钻，看不到。好，安静。大那个洞，安静。 他往A点走，再一点，A点，漂亮。